有记忆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特派员念慈。洛基尼的24堂教练课今天终于来到了象征性的第12堂，也就是我们已经过一半了，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但是呢，你知道随着第12堂的来到，天气也越来越寒冷，你知道出门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心里很大很大的负担。说教练我不要练，没有，就是来上课，好吧。第12堂我们一起看下去，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。 Go。 一号休息一下，把我用力的撕的吐出来，而不是直接呼就出去，完全没了。很好，最后两下。教练课结束了，今天觉得有点心情复杂，就是教练说我的核心还是蛮弱的，而且这是因为我长久以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，走路的姿势不正确啊，还有我的身体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力的，还就是走路可能乱发力，然后想要走轻松的道路走，所以你在用力的时候，你就会身体晃来晃去，没有办法保持一直紧绷的状态。所以他说，其实重训就是应该要跟生活的练习来做结合。例如说，你坐椅子的时候，坐下去的那个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练深蹲。当你在背小孩或是背背包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负重的训练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刻意练习，就是把你在重训当中学到的事情在生活当中能够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子你的训练才能够帮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。那下一堂课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